巧克力吧，来个巧克力。你这这么调皮的只有巧克力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他不是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被看到，你这样过去，不知道，知道反正身上已经炸一堆炸弹了。你是说 TNT？ TNT 啊？哦。啊，你吸啊！好，再来，再来隐形一次。你钱那么多、哦，那我玩一下，我想玩一下他们的国王。所以他们就以为全部显形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时候就去隐形。哎、欸，点名刚好回家，刚好。那我就哦，差点被推下去。哦，杰瑞又要乱丢炸弹了哦，小心！国王是谁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啊，巧克力啊！虽然刚才那么小心啊，嗯，他又射火焰弓喽，凶巴巴哦，我就躲起来哦，呵呵。诶，诶，诶，诶。哎、欸，我也先丢几个。哇，他们现在把路断掉就对了。中了吗？爆的，小心、喔！他无敌了，他无敌了，他无敌了。对，巧克力无敌了，他把无敌用掉了。好，太好了。上面爆的好精彩啊！嗯、我也无敌给你看。快看，欸、快看我，我无敌了。快看我无敌嘿！hey! 快看我无敌！哇塞，你直接丢我！哇塞，你钱太多！快看我无敌嘿！hey! 哇，我死了！好，中间生了，他们去捡我的东西了啊！反正我的炸弹剩没多少了，还好。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呜、啊，啊，死了。没关系，我是免洗的。OK， 来这样就可以了。来哦，他想发现我在哪里？他发，他知道你在。没有，没有，我靠近他，我靠近他。那看到 TNT 啊？嗯，他刚刚 TNT 没有那个吗？有啦，他应该知道，他应该知道你，他应该知道你，他在找吧？他只是在找而已，嗯、对。杰克想干事情，想干事情。哈基，你现在还是跟着他吗？对，哇，你死了，杰瑞被炸飞了，直接炸飞了。巧克力也被炸到一下，可恶，只有一下，只有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掉装了，掉装了，掉装。你说我吗？好好，我知道。好哈基哦，没差的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巧克力一个呗。哎、欸，哎呀，没射准哦。啊，是啊。哇，射击升杯。啊，眼睛痒痒的。小心，放针眼哦。不是针眼啦，应该啦。哇，炸完了！谁在上面挖？在岩浆块。我在挖。哈基啊，哈基，其实你往后退一步，我就在你底下。对，我后面有挖一条路道路。嗯，他从哥达那边填挖过去的。你跟我想的跟一样，我跟正想说，嗯，我来挖一个路好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想已经挖好了。他们想集火熔岩块，巧克力在上面，他想射哪里？他想射，他想射。在熔岩块上，不是熔岩块，那个他们的门，嗯，有，看到了，地狱门的那个桥，红队的又哦，我们都挖，炸掉，我炸掉了，嗯。中了吗？中了吗？啊！有中到一虾了，有中到一虾，一虾好一虾，哇！
没钱了，我们现在好穷啊。嗯，杰瑞要爬上去哦，爬上岩浆瀑布上面。你说我们的吗？杰瑞，对，他要爬，没有吗？他们那边他从空中丢过来，他想，他就是想赌这个，他想空投。嗯。啊，现在其实真的很尴尬，这个时间，下回啦，这个时间，这个钱，我们的钱的量，对啊。杰克就浪费他的炸弹，然后玩一下好了。失效，呼呼，加没有那个是熔岩浆块，我们被炸掉了，炸掉了一个。如果我们巫师有办法刷到两个扣150的就好了。半夜中，不可付钱了，付钱了，换他们来用了啦。哇，他们又加钱了，嗯。打完了吗？他在挖，他在偷挖。红队胸甲被清除了。蓝队吧，蓝队胸甲被清除了。是红队在玩，是红队在玩。失眠。画不啊啦，看不到，看不到啦。有谁在挖矿？他剩一滴血。在挖矿吗？对啊，我在挖。他剩下一滴血，不，他跑了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啊，看到了，回去啦！小雨被一直被人浆烧。哎呦！他今天要先把钱领出来放那个保险箱啊。他们在扣是？他们在用？他们刚刚在用啦。我待业了、欸。哦。嗯，太晚讲了，嘣嘣！哇，他们也太多炸弹，他整个想把那边全部炸开、欸。他们就是没有，你看他们刚刚就都是两三百块，两三百块全部都领出来了吧？没钱了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你看他们也没钱了、啊。看，我要先挖矿了，多久？喂，这弓箭太痛了吧？对啊，三百秒可以玩，只剩三秒可以玩，剩五分钟了。第三天了，嗯，第三天了，要嘛挖矿，要嘛。你要拿大富豪是不是？嗯，难怪我们刚才疯狂在丢了。对啊，因为已经时间差不多了、哦。最后啦。嗯。差不多嘞。嗯，好、哦，16个炸弹。啊，你说你换的吗？嗯。待业中，待业中。没办法翻身啊，负20块啊。翻不了身了，翻不了身了。嗯。就算我们水晶球很欧，那个两次都一负150，还是差70。那就三次吧。差170。你要死马四次，这个怎么丢了？这个几率太低了。他们太多炸弹了吧？那个怎么丢啦？可恶！啊！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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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啊，他们在炸我们了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对啊。他翻不了身了，我想我在炸他们的那个。翻不了，翻不了了。厌世中，弓箭这么远，怎么都是岩浆啊？来去勾引他们。哎呀，然后要进，要进攻了，是不是？进贡，进贡国王给他们。哎，你们去吧。进贡国王给他们，你是想要炸自己国王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投降啊！哎，你们快去啊，快去，翻不了身了。巧克力来，巧克力来了。他来了，
对，拍挖龙岩块，拍龙岩块，拍龙岩块。这么开心哦，哈！都一定要赢了还挖？对啊。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跑回去了，跑回去了。他看到你，看到你上来跑的。是杰克，杰克，杰克。他想搞我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僵尸在跟我们的爆破兵商人在玩啊。快点，我勾引他！啊、我没勾引到巧克力啊！勾引他，你勾引他，你勾引他，射死了！没勾引到巧克力啊，气死！巧克力，我在这边，我哎呦，这里看我，看我！怎么那么欧啊？两次都失效啊！看我，看我！哎呦、啊，没钱啦！这里，这里，没钱喽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有本事过来啊！怎么很像在？来来，小丽来这边，这边来，小丽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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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对，中中了中了，你好棒哦，你好棒哦，你好棒哦，棒哦哇！我们站一排，看他先看他射谁，他射我，他射我，他选择他选择射我，哎，站站一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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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站一排，好，站一排，站一排，这边站一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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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把旗子拿掉。别让我还没完全站一排啊！射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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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幸，哇，荣幸，荣幸！哎，人呢？去哪？他去哪了？这么恶心啊！他怎么不见了？射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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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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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！巧克力，这不是巧克力的，不是巧克力的，那巧克力的才。巧克力在家里面，巧克力在家里面嘛。去找他。射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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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我，砍我，射我，射我，砍我！我要给我死，给我砍我！让我死！我要让他砍我！让我要。让我哎呦！又是杰瑞砍我，来来来，砍我！对，哎呦，杰瑞不行这样的，耶！我拿到了，不行啊！我可以把这个截图，打我打我打我，不用传给我们的家人。巧克力打我，快点，巧克力打我啦！不打我。我可以把这一刻截图起来了，然后以后就可以流传当做传家之宝。对啊，巧克力杀掉我们好荣幸哦！你阿宙啊，曾经被杀被巧克力杀掉。我队友怪怪的，我的国民怪怪的，好 M 哦。没有，我刚刚我们在后吗？你的队友已经放弃了。我在争夺说谁可以被巧克力杀掉，就可以把这一个荧幕截下来，然后呢流传到你的子孙这样子。我已经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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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干嘛？然后在接绣球啊！你要做成你被巧克力杀掉哦。然后最后的时候就看荧幕跳，我就跟他想说你们在那边跳舞，快！没有，我们在抢剑士兽。对啊，在抢到啊，在接剑士啊！为什么小雨现在都不点名了啊？小雨说没用了，已经没有用了，他已经被没有，因为团团太明显了。我怎样？我怎么了？他没看见没有来抢我金矿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，那我以后我跟你讲，我在想说，我想了这么久，我要改过。哎、欸，不行，算了，你就是要做自己。算了就是要做自己。你看哈基刚刚也是做自己啊。没有，那个今天的哈基超奇怪。没有，我想到，因为平常就是太认真玩，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嫌疑犯。那我反过来嘛，就今天玩得很奇怪，他们就觉得我是正常人。有没有很有道理？有没有怪到一个无法？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还是很奇怪，还是很奇怪，一直很奇怪。我们刚刚在想说，嗯，巧克力有做事，好，音乐有做事，啊，哈基是没做事，是不是哈基？巧克力有做事，巧克力就是间谍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笑，而且他第一买的好酷哦，那狂暴好用哎、欸，因为我之前有，而且他 CD 很快。对，之前试一下，偷测试一下力量，还蛮痛的。偷测试哦，好啊，你偷偷来、欸。他有一个很好笑的 bug， 就是他 Q 出去，你会看到他在地上。嗯，对啊，然后我刚刚就捡了，我最后就捡了四个，我就说我不管，我好像打不了四次狂暴，然后就 Q 一次就没了，全部不见，全部没了。他说可以狂暴四次，超强，都是假的，东西 gay。我才玩弄一点点地图，
稀巴烂，好炸烂，太多手榴弹了。你们在坚持什么叫炸熔岩块啊？杰瑞总有坚持啊。就是炸你们炸，因为我们先被你们炸超惨的，杰瑞是狂那个那次真的是狂死。没有，那时候我们目的只是那个，我们是炸书柜而已，炸书柜，然后顺道炸杰瑞而已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捡魔宝，哇，轰炸！我是看到杰瑞跳下去，我就往那边炸了。没有，是哈基被哈基挖下去的啊，对，被我挖下来，然后巧克力从我后面走过来，然后就嘣，三个一起死，傻眼。下一场，下一场，勇。哎、欸，三次国王啦！一生国王，终身国王，那超扯！我的国民爱我，连装几次啦、啊？我的国民最爱我了。不仅是这个轮三次、欸，你每次分队也都是你啊！哎、欸，这个不符合法律啦，欸、那个只连了两次不是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领买那个啊！我去 Happy 手，我去 Happy 手领个东西。要领东西啊，对，很多东西领。国王就没有这个制度了，没有两次这个制度，该领一下了。这个繁星国是专制的啊，这一进来专制的，那是专制的。就是你们说要领，我就会一起去领。哎，星月，哎，丢了，为什么你不看我？哪个是一次抽？哎，哪个是一次抽很多？我忘记了。地狱之心，地狱之心，抽二十个。至少要二十个才可以，你没有的话不给你抽。好，结论。然后反正是那个国王，他就说：“大家让不让我下一任当国王？”好，没有反对，通过。耶、yeah! ！直接通过。赞成，赞成。当国王之后就是没有那个投票这个东西啦，就不能公投之类的。连投票都没有了，对，连投票都没有了。我多少礼物啊？39个，好多、哦，差一个，我要领，可恶，不能50个一起抽。人家说25个可用、欸，哎，我怎么没有抽？要抽两次啊？没有，你没有满二，没有满二十个可以用二十个抽啊。嗯，可以了，不用想要找个地方。抽完了，好，哦，好多石石，哦哦哦，啊，我要去厕所。感谢，还有去拉屎，什么东西？超级留言。是是，我还缺，还缺一个礼包，缺一个，再给我个礼包，我还是抽二十个，氪了，就氪吧，为了抽二十个氪是吧？对，你要想可以多少粉的磨成啊，多棒哦！可恶，我这样加加不能领，这样子可以套装哦。等一下，礼包扫描一披风，41个可用，这不就多一个 ？OK， 可以。多一个没差，一个少一个有差 啊！不对，他 VIP 加加，可恶！我是尴尬，就是你19，有没有？我就是19啊！再氪了啦，再氪了啦，多买一个而已。我不要，我是宁愿一个一个抽完。1.13不能狂蹲，好烦。